浪衫等于毛衣，浪开等于什么？我好中意你呀、啊！各位乘客晚上好，飞机已经降落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。别怕，你将无人会代替。讲一声动动，你会和我抱拥。粤语中"gay佬"是什么意思 ？A. 肯德基爷爷 ，B. 同性恋 ，C. 飞机师。肯定有 B。哪里人？新疆人。我觉得粤语挺好玩的，想要学一学。浪衫等于毛衣，浪开等于什么 ？A. 毛线 ，B. 打开 ，C. 滚开。C. 对，是滚开的意思。我好中意你呀！等一下，你慢一点。我好关注你呀！海高腰才好粤语啦。佩服你。那双眼动人。各位乘客晚上好，飞机已经降落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，室外温度是30摄氏度，欢迎你再次乘坐本次航班，祝你旅途愉快，再见。别怕，你将无人会代替。把玻璃放低，请给我跪，愿这边和你有心。